快水速的果写一加下，树苗。然后在睡着之前，哎，我拿到一本书哎。嗯，然后这是讲你的梦境在做了什么？哎，童话故事。昨天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还真是梦书哎。对，我拿了三个奇怪的水晶。啊，原来这样子、啊。说要多睡觉啊。睡觉会拿到一些书，然后写一些故事给你，可是它都是英文的、啊。说实在，哦，啊，刚刚观众有说到果树怎么取得了？哎、欸，三个水果再加上一个树苗，任何树苗吗？我看它的配方是任何树苗啦。对，嗯，五粉对树叶点又见就有了。哦，还有这招。那个烧原本是果树吧、啊？如果是橡树树苗的橡树树叶的话，应该是没办法吧？试看看，我试看看。嗯，来炖家里的。嗯，我只会吃苹果而已。我附近苹果树超多。我是桃子树哎。洛梨。洛梨树，哎，洛梨，洛梨不是某个观众的名字吗？是我莫达、啊，他目前在准备考试，考试加油！太小，考试，僵尸脑不要！哎呀，我苹果好多哦，苹果已经一组多了。哎，是不是明天学测还什么？是明天吗？好像是这个礼拜吧，这礼拜六日吗？还是五？这我不知道嘞，我只知道他们是这礼拜。啊，学测在周五、周六登场。嗯，周五、周六，对，明天。有没有明天要考试的啊？可以读书哦。明天学测，学测加油啊！考试啊！通常是最后一天是要放松，还是要绷紧神经啊？就是正常的、正常、正常的读书，正常的那个。嗯，正常的休息。啊，我应该是要挖沙子啊，才对啊，干嘛挖矿啊？我是仓库好满哦，我要看不懂的东西。哎呦，看不懂可以问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。好，看不懂问就对了，问就对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你要跟我讲是长什么样子啊？它圆圆的，挖掉一次喷很多个，猜猜我在挖什么？圓圓我怎么知道你在挖什么？还在挖什么？岩块我现在有帮助吗？岩块你前期应该用不到吧？你可以先放着啊。啊，哦哟，总不能游泳啊，杰克。对不起，没有那个模组，不好意思。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全放弃对了。海蓝宝石，这怎么叫宝可梦啊？海蓝宝石是星辰的哦，星辰，星辰魔，星辰魔法，嗯啊，算了，啊，没事，掉到水里了，我要下去挖矿。觉得我要先做背包哎、欸，身上好要买一个哎，你要找羊哎、欸。其实可以打怪拿，说打怪不是会拿到背包那种吗？不是会打怪会拿到其他的那奇怪的鞋子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可以分类，让它分解。你们看，不用降魂术士，稿子就爆了。哎、然后我发现降魂那个死稿啊，他怎么挖十六次、欸？哎，降魂的死稿全部用石头吗？对啊，不要全部用石头。我他们说用那个比较好啊，用那个叫什么历史吗？碎石，碎石。哎，你一开始有安德，有我他们留言我都有看到。安德，我那时候十六次，这不是还比金稿还烂？安德，可恶，竟然没掉。没有啦，你要搭配其他的材料啦，不是 Tinker 不是给你搭用单一用一种材料的啦。
哦，嘿嘿嘿嘿，他们其他材料才有用啊。我是就试着全部套在一起啊，十六好哦。嗯，没有啊。我玩这个是三年前，4年前，那很久了呢，超久了啊，30个绑定节啊，啊？做到30个绑定节啊！你是想绑定什么东西啊？我想绑紧一点啊！哎呦，食物营养均衡，血量会上升哦。我是听观众说，某个营养度上升到90以上，就会有效果。这么酷、欸、像我现在水果已经上升到94了，我的血量最大只加2格，哇，还不是水果克爆，克爆水果。可是其他的应该也有效果吧。嗯，煤矿要可以用纸来做，我没甘蔗啊，大哥，我也知道用纸可以增加那个强化的次数一啊，我没甘蔗啊。重点我没甘蔗，我没甘蔗啊，你叫我怎么先做？你有看到我甘蔗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啊，你这嗓门很大，嗓门很大，嗓门很大，嗓门，嗓门哦，哎，嗓门很大吧？想说你怎么看过了？看过了，哇塞，看过了，厉害哦！哇，怎么看的？什么？啊，那我感觉我生存就是先盖好熔炉，然后用单人再搅哎。抱歉，感觉我樱花差不多可以做了。你要先去录影之后再回来吗？没有，不然就是你要录的时候整个拆掉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录音，然后录完再回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喂，这么快啊？没有，放弃了。会玩什么？那个外面那一圈是要用什么盖？我忘记了。都可以啊，焦黑石。焦黑石，嘿，石头拿去烤焦黑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他用水泥。哎，水泥，水泥是沙子。沙子、砾石、粘土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教学 的按钮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你打一个小老鼠，小老鼠 T I N K、啊。等一下，啊，没错哦。模具箱放在配置台，用拿出可以 T I N K 嘛？嗯，哦。你就会看到听可的东西了，然后你从后面开始找，有一串有一区是都是黑黑的方块，那些就是你要做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放这里哦，这里吗？焦黑炉石砖，焦黑砖块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我以前都玩这个的时候，好像会有那个教学的书，你可以做书啊，你可以做书啊，我记得他有书可以做啊。看一下、哦，好像是书本加模板的样子吧。哦、我看一下，我找找看。重点你要有书本，然后你要有甘蔗，又要有皮革。对，感谢。书本加加工模具的那个空白模具吧。我记得好像是，他会有给你教学书。重点是甘蔗，空白做模那个吗？还是模模板木头做的那个？哦、木头加木棒那个，鸟棒。木头加木棒，木头加木棒，交叉摆，二乘二大小。找到了啊、哦，看到了。好，先整地。嗯，我先下去挖矿。没玩过模组好玩啊。模组可以玩看看，还不错啊，多蛮多东西的。要跟我一样坚持不玩，会后悔。
完了之后就会上瘾了。对，你就回不去了，你就24小时耗在这了。不小心，哎呀，怎么一天就过去了？可是我觉得玩到后面是真的有那种可能性呢。真的啊，就是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玩。嗯嗯。哎、欸，我够了哎、欸，好啦，这一集就直接坐在这边，我再开个单人世界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开单世界？你要做教学用吗？解释、啊、教学用啊。哦。反正进度很慢。没有啦，是其他人有玩过一些模组的东西，所以进度会比较快而已啦。嗯。哒啦，水泥。哒啦。然后我身上满了。天哪。我的生存地点感觉不好。有差吗？哎、欸，对了，团团有找到一个那个哎、欸，嗯，刷矿物的地方，我知道，而且在凡金家附近刷矿物，对，它是无限刷，无限会有矿物跑出来，什么意思？哈，只是它很像一个祭坛，嗯，然后它中间会夹一个石头或矿物，知道哎、欸，那你挖掉的时候，它又生成一个新的出来，嗯，哎、欸，这里是我家哎、欸，那对，哎、欸。你要问团团，团在你家逛的时候找到的。他有家干嘛、啊？他就开台的时候到处跑，到处跑就跑到你家附近啊，然后就在你家附近挖矿啊。哪里呀、啊？我不知道，详细的坐标你可能要问他。哪天逛逛然后发现是谁家、啊，应该就是他。他哎，团、欸、团家好像也在中心点附近吗？他好像离没有离很远哎、欸。对吧、啊？啊，我要开台了。矿物祭坛，要开了。矿物祭坛哦。嗯嗯。离我家附近还不错啊。我还是不想开箱子啊！不要怂恿我了。我是不会开的。你再怎么说，我都是不会开的。对，要输哈，对哈。嗯。他来偷矿说以后会还，真的是希望这样子哦，因为我觉得搞不好，哎、欸、Tinker 有会飞的东西吗？没有吧？啊、好像没有，是那种会弹很远的那种而已啦。对他有，他有那个鞋子啊，我看对啊。来，这就是我那天介绍的稿子坏了、嗯，但是不会不见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怎么修。怎么修？要怎么修啊？我感觉放这里耶，然后再你就放进去。嗯，对啊。是不是？你看这样就修好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有人说用砾石的比较好，碎石的比较好。嗯，其实只是看个人啦，因为只要有铁之后就直接升上去啦。是啦，那、啊、地上这道可以敲啊，有一些小树枝、小石头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它会变成木棒或者是鹅卵石那种吧，或者砾石之类的，好，可以敲啊，都可以敲，嗯，你想敲就敲，哦，对，有连锁挖矿哎、欸，连锁连锁挖矿，嗯，连锁挖矿什么意思？啊、哦，你说挖一个全部一直掉下来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如果里面是岩浆，就一起烧掉那个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按，好像按着一个键，然后挖矿就一次全掉。但是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右边的格子放可以放置火把，或是直接放置道具吗？不是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们是 1.12 吗？我们有盾牌这个格子。我们有盾牌这个格子啊，可以直接放上去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再放其他的东西啊。三个可以做魔道石、啊嗯。哦，砾石哦，不是碎石哦。I'm your tool. To be a bow. To. 来，立刻翻译。
我要往下挖，我要去找那个矿物，找矿找矿。对，我应该做个盾的对啊。他说你需要什么挖掘修改器，或者是工具上有附魔才可以挖，才可以连锁挖掘。嗯，工具有附魔不知道，不知道。